刚才高中有个小孩啊，第一间嘛，嗯，我说第一间嘛，东山高中，嗯，计我说叫第一间嘛，还有一间高中刚毕业，对啊，搁一间木造高工，高工一只啊，高工是白沙路对啊，在在镇镇边啊，这样，你到镇镇边遐就读车啦，镇镇边啊，这样木造高中，高工，高工对啊，嘿啊，高工不是高中啊。高工啊，高工不是高工，不是高中啊，是高工。高工不是高中啊，高工就是咧学功夫的啊，对哦。啊，高中就是咧做文书的。高工就是配合迄种迄落工厂啊，吼、公司啊，吼、训练技术人员。我看咧厝整齐整齐，一栋就是啊。对对对，行遮尔，遮简单遮尔，所以较早读遮嘛真困啊。这个拢是啊，这个好好笑死了。出来去呢，出来去大楼。咁学校的。来来来，好好，你好你好看。吊车，这大只吊车底下要去参观。高工了吧？吊车。足久的咯呢，这间高工。好在就有咯，咱来目屎就有咯。迄阵讲高工，咁迄阵是高工吗？唔是改高中。我唔知道啊，啊！即马即条万丰路，唔咩？我系记改和平东路嘛，啊！什万丰路？啊，唔是即条，头拄迄条才是，头拄迄条，拄我桥下迄条，迄条才是改和平东路。本来公共路，公共路改用啦，即条咧起啊，或者是挂牌挂伫外口了。哎，啊！这抽水站呢？对啊，这抽水站呢？这抽水站，这抽水站呢？安尼无电话，唔是咧起，安尼起抽水站，唔是咧。哇，只有一红的抽水站，就是计界啦。起抽水站啦。这是高工啦。哦，安尼起抽水站，唔是咧，唔是起学校，即摆喺个地啊，你起抽水站啦，所以咱要电梯管啦。万丰站。哎呀，抽水抽一只咧去啊。闸门组更新啦。对啊。啊，更新伊是先做迄种的设置啊。要起啥物？抽水。抽水。抽水。